这个刚刚过来，看到没有？现在是在这边雪汪里找的，这边有一条搁浅的鱼，还挺漂亮。哇塞，这么大一条！这叫叫，应该是鳗鱼吧，鳗鱼的一种。哇塞，很漂亮的，看水里的形状，很长，跟那个蛇一样的。哇，往桶里面来。这边还有几只皮皮虾，这边是落潮以后才过来的。哇，这个人很多很多。哎，看到看到螃蟹呢。这样的赶海真实吗？看一下是不是很过瘾。自然就看得很过瘾了，但是怎么操作你们应该都懂的。这就是真实赶海和不真实赶海的区别。